今天我教大家怎么去更换这个避震器。它这是避震器在这里，然后还有一个弹簧在这里面，它的弹簧也要更换，换一个新的弹簧。然后现在我们先拆这个，它这个，然后先要把这个管子拆掉，然后还有这边。它这螺丝上面还有一个螺丝在这里，然后等一下再把这个弹簧，它这弹簧也要换掉，换新的弹簧。然后这边这个弹簧也是要拆掉、卸掉。然后我们先拆这边的吧。先把这边底下先拆掉，这已经卸下来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把这弹簧，把弹簧卸下来。现在弹簧也卸下来，那我们现在准备对一下。现在我们对一下，看看这个弹簧它是不是一样，是一样，然后这它再把它装回去。像这个是我们就把它装回去。这弹簧装回去了，准备装这个避震器。装这避震器之前，它这边有点线，它这个先不要剪掉，等它装完的时候再给它剪掉，不然你一剪掉的话，它很难缩进去。给它锁紧，然后底下我们给它转正，把这线剪掉。等它一剪掉，它就开始膨，它就往底下，然后开始对。
下来这个这避震器这边已经卸下来了，然后现在我要卸下来这个弹簧。Thank you.